我没吃过这个羊肉格格啊，今天我走到这里来，这个还很便宜，才14块钱，我吃一下，看看这个地方这个羊肉格格，就这个，就这个，看好不好吃。就是在这一家车站，开州车站，这个湾周边这一家，我吃一下羊肉格格，进去看一下好不好吃啊？羊肉格格，过来，我来一份哈。我扫一下。还不是窝料。这么的，老板吃给饭。我弄一点泡菜，好。给我吃干饭啊。好，这干好饭。啊，大家看一下，好不好烫？这是羊肉格格，14块钱。这个加上泡菜，加上这个饭，一共是15元钱啊。锅白了，这个羊肉格格。就是做的羊肉，粉蒸肉，啊，你就是用粉蒸肉那个面，啊，把羊肉包起来，然后蒸熟。现在羊肉的价格，沿着皮，是35元一斤左右。把骨头去了的话，把骨头去了的话，要从50-60块钱去了。它这个15元连着翻的话，这个赚头也是很大的，因为那个羊肉的缩水很严重。因为那个羊肉啊，它很容易缩水。你煮了以后，一斤是97两了，实事求是说，这个它的这个价钱，它的这个分量还是很足的。在乌山，这样一笼羊肉格格是12块钱。这里14块是很便宜的。这个台州，就是以前的台县。老板。这个台州是就是以前的台商啊，是什么时候改名字改成台州的？好像是1895年吧。哦，是1919年呐、那难怪我查地图全是台商。搞不清楚，为啥子把台商改成台州？我2019年的时候，才把台城改成台中。今天晚上第一次到这个地方来。21块钱。21。这个地方整体给人的感觉。先依据靠近重庆那些气象，
六不能拉长出来，可是还是落后很多哟。老板，你们那个地方有哪样好吃的东西啊？华西啊。哦，你们那个地方有哪样不是？有哪样好吃的东西啊？哪好吃的东西啊？哦，嗯，有哪好吃的？我吃出来了，他这个也不全，都有那个分子肉。他们在里面加了茴香就没动静，吃起来吧，除了有了分子肉那个味道，可能是为了压住那个羊肉的腥味嘛。啊，还有就是。里面放了八果之类的东西，为了压住那羊肉的腥味。那个车真的太小，看上去。从这车站的规模可以看出，这个地方经济也不是很发达，车流量也不是很大。怎么回事？